首先非常多謝經濟一周的評審和中小企客户對國泰航空的支持。今年我們連續第八年得到這個經濟一周中小企最佳營商伙伴的獎，你們支持我們的一票，令我們更加覺得發自內心的服務是會得到人客的認同的。我們將來會繼續努力為人客提供最優秀的飛行體驗。我們為我們中小企的客户推出這個企業商旅之選 Corporate Travel Solution，人客可以在网上申请的，而费用是全免。人客一经批核之后，我们就会送出迎新的优惠，包括有国泰港龙航空这个 Business Card。人客拎着这张 Business Card 就可以在我们全球国泰航空或者港龙航空的商务登机柜台办理登机手续，同时间他的行李都会有优先处理的。除此之外，我们还会送出这些 Upgrade Awards 和一些 Business Class Launch 的 Invitation。 人客每一个季度达到某个消费额，我们会再送出一些 Discount 的 Voucher 给他们买我们公司的机票和一些 Upgrade Awards 的。现时国泰航空的航线遍及46个国家，服务近190个航点，接下来我们都会有很多新的航线的。今年的12月我们就会开办英国曼彻斯特的航线，2015年的3月我们就会开办去瑞士苏黎世，同年的5月我们就会开办香港直飞去波士顿，在香港首间航空公司开办这个服务。国泰高质素的服务是得到全世界客户的认同的。本年度 Skytrax 世界航空大奖，我们当选为全球最佳的航空公司，亦都是唯一一家航空公司是四度得到这个奖项的。未来我们会继续努力为我们中小企的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